李老师冷教学。看这一半脸就很容光焕发的感觉，然后再把这边你很需要听众没有自己当自己的听众。我以前啊就是小学的时候每天都会去我妈的单位赶班车，我妈的单位赶班车，然后没有同行的小伙伴，我就自己录，把自己讲那个评书，自己给自己讲故事，然后给录下来，然后假装有人在听。你小时候这么孤独吗？就是这个眼睫毛吧，因为你知道吗，我眼睛属于比较圆的那种啊，所以就是我们贴这个比较靠眼头啊或者眼尾的这种地方，一定要就是按照它的这个趋势。对对对，这个你看我这个手现在已经拿不了镜子了，但我还在坚持。哎，然后哎，这个镜子挡住了我的灯光，现在我在摸黑。干嘛相亲啊？那是选秀。选秀，我是110号。什么选秀？哎，苗，咱们参加个选秀，相亲节目，相亲可以。正好，我现在没对象。哎，算你贴吧，这跟那个交接一块。不是，这跟那个就是微积分，那弄纳米技术似的，咱俩这拿着镊子在这对。一根一根搭上，因为我这个眼睛不是圆吗？它容易劈叉，你知道吧？你看它现在已经有点，来，换一个。啊！贴了半天，怎么越转越多？李老师，你确定你要教学？那就别教学，关一下吧。我怕你砸到鼻子。现在200左右，你看这200左右，我一放下来，它没有那种。烤肉的感觉。对，那给你发明一下600步烤毛。就现在那个刘海嘛，就是你不能让它太均匀，你知道吧，太均匀就很土，所以要这个弧度，要这种凌乱感，必要的时候可以就是现场临时剪个头发那种。戏精像多凌乱。为什么我一直闻见粥味儿？是这个面的味道吗？对、啊、面的味道。哇，它一直缠着我。哎，你不是要讲美妆吗？等一下，那股缠绕的缠是美妆变美食了。对，确定我是要这种感觉。这玩意看是个三毛，是挺时髦。有三根毛了。来，那这样吧，我今天就是打算涂一个李希瑞色，然后这个李希瑞色就是叠加的，就是口红颜色，就把我包里所有的口红全部涂一遍，全涂在嘴上。顺序就是没有一个很那个规律的顺序，就是说看心情，先拿到哪支先涂哪支。不介意模仿。所以李希瑞色每天都不一样，看心情。这个是圣罗兰的这个，哇，这个首饰一定要加上，这个首饰就专业了。16号颜色，就是它，涂在手上呢是有点豆沙色，你知道吗？涂太多，真的很舍得用，这种有点豆沙的这种偏红的这种豆沙色。然后呢？但是我跟你讲啊，嘴干的人呢、一定就是说用之前一定要先涂一层那个唇膏，差点说涂一层睫毛膏。因为它这个你看似挺润挺水的，但其实呢你一抿它整个就是稀释掉了那个嘴唇，所以一定要在这之前先涂一层唇膏。好，下一个颜色 next 吗？有人给我递吗？好，我递呢。天哪，这个是你自由想不下去了。自由色，为什么自由？因为我不知道它什么颜色。然后呢，它就是有点发这种粉玫红的这种颜色啊，靠近灯光我们看一下。好，曝光了。这样叠加起来呢，涂
涂鸦。涂鸦、哎。我跟你讲，一圈人目瞪口呆，这会儿都。再来看一下，就刚才我没有试色啊，这个颜色是这个颜色，就是说稍微偏点玫红，然后颜色稍微淡一点，没有那么厚重，这个质地比较轻盈。他又没了，又在我的嘴上上色，那个又没电了，又跳了。用我们自己的吧。快点，快点，快点。我下次穿睡裤呢，没有拍下面，拍上面嗓子点很棒的。天上的人儿不行，要立声乐老师一般都是立起来。天上的人儿微笑的到这儿。